大家好，我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沈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沈月。大家好，我是沈月。各位爱豆的粉丝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沈月。大家好，我是沈月。我入行的经历有些戏剧性。2016年，小清新写真在网上特别流行，我赶了个巧，拍摄了一组这样的照片。于是，我现在所在的经纪公司就找到了我。2017年，我喜欢你，获得了一个机会，可以出演《是我们单纯的小美好》。当我的经纪人告诉我成了的时候，我激动的差点从宿舍床上滚下来。难道是我还不够相信天堂，所以不配？甚至一辈子这么长，我才不会只喜欢你一个人的。安慰再多，还是要独自品尝。这么多来到冰火冠冕的快乐大本营，我看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。接下来是最可爱的终于家的沈月和月月。大家好，我是沈月，然后。百度娱乐人物沈月，也太出色的作品了，加油！我也觉得自己就一直走的比较坎坷嘛。送给月月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前公司的时候也没想到这条路这么难走，但是还好，还好有你们一直陪着我。老板每次说那些人生道理，他的阅历。会让我觉得，哇，说得好对。沈月应该给他颁个奖，叫做“客栈花木兰奖”。教得很好，专业型老师上镜，粉丝数量超过1000万的粉丝，终于能把我的1000万粉丝福利发出来了，因为我准备了好久。还是难免会感到迷茫，可惜当初的伤疤现在开着花，只是。希望你们都可以健健康康的，然后快快乐乐的。中国青年明星公益榜样盛典在北京举办。从军长征这种不畏艰苦、不怕险阻的精神，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。最受青少年喜爱的女演员奖，所有的获奖者也确实是我们青少年心中的榜样，他们就具备这样的榜样。无论在何时何地，都心怀着祖国。过去地平线上，我就是那道路星辰，自己也给人力量。站在曙光之下，中国内地女演员。优酷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月。演员沈月也是电影《侍神令》中机敏执着的神乐。每天老师辛苦了。只要有主，心有归处，就不会成为恶影。